咿呀，是嘿呀，大家好，我是娜娜。我们接下去来试玩这款叫做 Hidden Fort 的游戏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走吧。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吧 ，Let's go。好，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算是一个找东西一个游戏吧。对，那我们现在找是探险家加兰被这个爬行不用看的在这里，就是。铃啊，什么鬼铃？好哦，让我们先找下一个。这大师才是真正的灌木爬行者，这个吗？哦，不是，哦，这是什么？哦，这是这一个。等一下，好，我们找到猴子琪琪了。那个在哪里啊？等一下，这些不都是人配音吗？感觉好特别哦。然后这个是香蕉哦，这一个吗？好，白香蕉，铃，什么鬼？好，哎呦，那我们先找蛇，哪里啊？这里吗？不是，这里吗？哦，找到了，这里，哦，蛮简单嘛，大蛇。好，那我们走吧，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图，这什么鬼啊？等一下，这什么？对这个冒遇险的男生来说，坐着不舒服，坐着舒服，舒服不舒服已经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一个，然后告诉你屋顶星星是最棒的。我在看到他是不是？有，我们找到他了。叮。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带吉他的女人演奏着能够触碰人心和昆虫之心的音乐。认真上太极课。呜呼呼呼，什么鬼？这是熊猫，这是琪琪坐在香蕉王座之上，香蕉王座啊！等下介绍给你好了。这个是蛋，巴卡，一口就能吃掉的晚餐。嘲笑那位抓蝴蝶的新手，觉得仿佛身在天堂，就可以找到沙门。这个吗？不是，我看一下哈。所以我们先这一个吗？啊，不对，等一下，太多人了，这里没东西。这一个吗？不是，呀，我需要时间找。等一下，这里有人，这里是抓蝴蝶吗？这一个吗？不是，你吗？不是，你吗？不是，等一下，我找不到啊，这一位吗？哦，找到了。叮，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找吉他吧，对不对？吉他手在哪里啊？好多人哦，我的眼睛有点乱了，好不好？我眼睛是什么？不是你，好，那哪里还有人啊？这里吗？这里这个是什么？不是，哦，这里找到你了，叮叮，叮，好吧，然后是这个吗？独木桥，找到了，叮。然后是一个黑人，要给我时间找一找啊，给我时间找一找，相信我是能找到的，好不好？我、哦、找到了，琪琪，我们找到琪琪了。然后接下来是那黑人在哪里啊？等一下，黑人你在哪里？黑人，等一下，这游戏哦真的眼睛会透窗啊！等一下，你没有看到黑人吗？我找你们一定能看到。黑人哪里啊？呀，太多，这什么？哦，我们找到小鸡了。哎，都留在这里吧，我们还没找完。我们先找完，今天找完我们再去下一边会比较好，好不好？剩下这一个，这个在哪里啊？猴子吗？他是猴子吗？猴子。哦，我们找到蛋了，好哦，随便按一按就找到了，是不是？感觉不是他，那个是香蕉，好的香蕉，哪里呀、啊？感觉按来按去都没东西呀、啊，这里有一个猴子。黑色的猴子嘞，等一下，哦，那是什么？那个，
没东西。有点难啊。我感觉我都找不到啊，等一下。也太难了吧，等一下。我连我现在是在找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到哪里啊？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我先找这两个，可能比较容易找啊。萨满，秘密通道是这里吗？不是这里吗？哦，找到他了！有，我们找到他了。接下来这一个什么？鸟的爱好者的话，要有很多鸟才对。我在讲什么？是你吗？不是你。鸟的爱好者哪里有很多鸟啊？这里吗？这里蛮多猴子的。呀，这里有东西吗？好像没东西，好吧。哪里呀？好难找哦，我快要放弃了。哪里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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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的爱好者这个吗？不是。你吗？不是。哪里呀？在哪里呀？这一位吗？不是。哦，这一位吗？不是。算了啦，我觉得我们去下一个好了。太难找了。帮助那家伙走过去，怎么办啊？这样吗？这样吗？怎样帮助他走过去啊？喂？怎样帮助他啊？等一下，那边怎么帮啊？喂？哦，那是什么？呀，那是怎么帮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按一下。这个吗？哦，有了，我拉到了。然后呢？这里，这样吗？可以走吧？可以。然后接下来就这里。这样吗？这样应该可以走吧？可以吗？可以。然后接下来就这里是不是？然后呢？这里是不是？那个怎么办啊？等一下，他走得了吗？问号。哦，他走得了。现在应该 OK 了吧？有，他走得了 ，OK 的。好，那我们下一个吧 ，Let's go。这什么？然后呢？会秀，直，什么鬼？在和秋千愉快的聊天，这个很想被人找到。是在吃下他的车店，然后这一个碎碎云的一地，再找不到他的法术。我看一下哦，碎碎这里，叮叮，然后想被找到，你在这里，叮，那还有一位在哪里？这里吗？找到了，然后这是什么啊？法术？来，我看一下在哪里。没有，哪里啊？哪里啊？没有啊，有了，找到了，可以了，走吧，下一位 ，Let's go。天哪，这什么鬼啊？被蜜蜂叮到，所以别再偷蜜蜂了，兄弟。抓到每只蝴蝶都放走，自己依旧还有很多蝴蝶。
正在对面对最大的挑战。今天太阳有点耀眼。这皮卡丘吗？等一下，唯一有 WiFi 的地方。整个区域可成为一眼怎么样？这个香蕉在兰州，这个珍珠要被一只兔发现了。藏在洞里，全身是拿到小麦。偷打在没有计划往哪里逃？晒太阳。好像有特殊喜好。给我试试看找哈。这是什么？哦，这也不是我们要的。我看一下哦，很多蝴蝶应该是你吧？哎，不是你吗？不是你吗？我看一下，很多蝴蝶，然后太多人了啦！你吗？不是你。你吗？不是你。你呢？不是你。你吗？不是你。你吗？也不是你呀。躺住那个人到哪里啊？你吗？没有人。你吗？你吗？是你吗？我好多蝴蝶哦。你吗？你吗？哎，你吗？不是。他在哪里啊？你吗？不是。是你吗？不是你。你吗？没有人，没有人。是你吗？不是。这里有一个人。是你吗？不是。这里，这里。啊，皮卡丘，是你，找到了。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人，躺着那个人在哪里啊？哪一个啊？找不到，这里是什么？铃，这什么？好吧，不是我们要的。等一下，那个好烦哦。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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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我看一下。天哪，也太多了吧？这什么？好，这不是我们要的。OK， 那我们开始找人哦。是你吗？不是你。这是谁啊？蜜蜂。我看一下哪里有蜜蜂，我们找有蜜蜂的地方来找好了。这什么？好，这不是我们要的。这个人吗？不是。给我慢慢找，给我慢慢找。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的。 OK 的，好不好？ OK 的，应该啦。是你吗？是你吗？噔噔噔，但是里面没有人。哪里呀？天啊，太多人了，我快看不下去了。这里有吗？这里吗？没有没有没有。哦，我们找到香蕉了。 What？ 好，然后哪里呀？那个在休息的人在哪里呀？逃走。没看到的说等一下。哦，眼睛要快要脱窗啦，救命啊。这里吗？不是。哪里呀？我找不到的说哪里。这个吗？不是。哦，蜜蜂在这里。我们找到蜘蛛了，但是蜜蜂的人的话，诶，没有啊。他应该在这附近不是吗？看来不是。没有在这里吗？诶，可以拉进来耶。我们现在发现到这里吗？不是你。我快眼睛透窗了，等一下。没有人。到底是谁在那边不自走自不自走自啊？烦死了。这个吗？哦，找到你了。是你吗？哎，不是，居然不是吗？那好吧，那我再找我看。是你吗？叮，没东西。哪里呀？这里还一个。哦，找你了。叮，好，那我们再找一下哦。不是你。不是不是不是，是你吗？没人。你吗？不是。天哪，太多了。哪里呀？呀，我要找那个抓蝴蝶的，找到现在哦，看到你了，看到你了。蝙蝠。好，我们找到蝙蝠了。这是什么？四叶草。四叶草不是我们要的。
哪里呀、啊？这里什么？我现在是把这些东西给打掉了，希望可以找到我们要的东西，这样子。那什么？是我们要的。哪里呀、啊？这边有一个人。然后这里，这里没人。好。这里吗？这里吗？黑兔子呢？等一下，黑兔子呢？这里吗？找到你了。好，呀呀呀，这个我找一下。我不信我找不到那个装蝴蝶的，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天啊，还有谁啊？稿子。然后有一个不是说山猪快要找到他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啊？天啊，太多人了，我看不了啦，眼睛快要脱窗了，好不好？这里吗？不在。这里吗？这个是没有。我记得乌龟是晒太阳了，是不是？晒太阳的乌龟在哪里啊？晒太阳的乌龟，晒太阳的乌龟，你们有看到吗？滋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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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晒太阳乌龟在哪、啊？我找不了啊！这游戏太扯了吧！等一下，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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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到那一只乌龟，如果可以的话。你吗？哦，找到了，找到了啦！有啦有啦！我说这一位到底在哪里呀、啊？脱搭了便车，他在哪里呀、啊？哪一辆便车啊？好多车哦！你看哪辆车啊？等一下，太多车了吧？好，在哪里养车啊？等一下，还有哪里啊？这里吗？不是这样，那是哪一辆？这辆吗？不是，不是这样，哪一辆？这辆吗？不是这样，哪一辆啊？哪一辆车啊？不是这样，还有哪里有车啊？等一下，偷他变车，好像我都按完了啊，没有车了，不是吗？这里没东西，好吧，好像没有车了，不是吗？等一下，所以是哪辆车啊？耶、yeah? 哦？这样吗？好像不是这样。哟，那边有一只乌龟，但不是。它在哪一辆车啊？等一下，好潮哦！等一下，救命啊！没有啊，找不到啊。你所谓那辆车，我好像根本都没看到，怎么办？好啦，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就到此了。然后有哪一个观众看到哪一样东西在哪里的话，就写出来吧，各位。我好像看不到啊，我眼睛快要脱窗了，好不好？眼睛真的快要脱窗了，然后还找不到。哎、啊、呀，然、啊、后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到此了，没错、啊。然后如果喜欢片，可以按个赞，顺便支持我，知道我的更新影片。嗯哼，然后我们就下一节继续我们的 Hidden Frogs 吧。有下一集吗？我不知道哎、欸。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此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所以就，再见。